秦文渊好歹也是宗师境角色，对付聚气境初期的苏毅，竟然用了符咒也才堪堪挡住一掌。此等狂徒，凶煞至极，请你消失，诛杀死了。真是不知死活的小子，秦大人是你冒犯得起的。 凭这些士兵，可奈何不了我。谢谢姑娘仗义相助。黄公子，里面什么情况？秦文渊派出士兵围攻苏哥，苏哥让我们先出来了。 但我觉得苏哥搞定他们问题不大。那就好，我们进去。公子，那秦文渊可不会那么简单。正是因为秦文渊不简单，我才得去帮苏公子。各位住手！住手！秦文渊。 苏先生可是我的座上宾，已经费尽心思对付他，还想阻挠我来救人呢？皇子殿下，我那哪是阻挠你来救人呢？我那是让你别来送死啊！只可惜你太不珍惜活命的机会。我的士兵们！ 该用上红血晶丸了。这是邪药，还没明白吧？我们运送的那些怪，都是这位秦郡手上运来的。哦，那些妖兽也被你炼化做了这些邪药。 这些士兵服食了邪药，就无法正常生活，只会成为无脑的战斗傀儡。大周律令已经严令禁止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之前是在救你们的命了。诸位还请放心，我稍后会让袁家的人去陪你们的。秦文渊，你敢！ 哼哼哼，我连皇子都没打算放过，你觉得我敢不敢？嗯，闹成这样可都怪你，不识时务。原来秦郡守打算把这里的人都干掉，然后罪责全栽赃给我，自己去投靠二皇子。现在想来，恐怕船上的袭击。 和你脱不了关系。我不过只是递了点消息出去而已。事到如今，多说无益，动手。只要我竟把士兵的筋肉强化到这种。 副总要害死他们吗？只要能达成目的，过程并不重要。想逃，没门儿。